也不会，开胃雷贵，烦也不烦，烦不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拉车哥。来吧，兄弟们啊，今天咱们就等一下这个战队皮肤啊，战队赛啊，今天战队赛打了啊，来个新皮肤啊，不是新皮肤，来个小皮肤啊。这次发个坦克吧，发个个性一点的吧，发个刘禅吧。一般这种皮肤都比较冷门啊，大多数都没有，对吧，兄弟们？要求的话就是战队赛六吧，其实九个人完成了就直接就走就行了啊。我去，啥都看不见，这就没了，兄弟们，这也太变态了吧！谁把皮肤给抢走了？叫终是注定遗憾啊！哈哈，真脏，老屌，老屌，真脏啊！那个还出来个新皮肤啊，今天出来了一个这个，对啊，李元芳的这个皮肤啊。不过今天是周六啊，我们是战队定的是周五发传说皮肤，周六发史诗皮肤啊。然后发完史诗皮肤之后，我在群里再发个50块钱红包，是这样的定的。所以说等下周的时候再发这个皮肤吧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，兄弟们？然后就是说我还有个皮肤可以领啊，其实这个皮肤早就有了，只不过我一直没有领，今天咱来领一下吧。是这个呀，微赛事进不去了，我吐你个老屌，大哥别闹别闹别闹，微赛事不能进，哎呀，完了，兄弟们，拖后门的关系不好使，那快看，大家看到没？这个金币赛事门票，这个拖后门这个已经不好使了，别闹大哥，你可别更新皮肤了，别让我中夜领不了就气死了就，别的就没了，我这里还有个个性的东西，看到没？战令卡 S21 赛季的进阶卡，我没有领，是前两天一个粉丝给我送的，我一不小心给领，其实我一直不打算领的，一个粉丝给我送的，我们来翻一下记录。S21，那好像领了之后就看不到记录了。看到没？这里还有一个人给我送了个这个露娜皮肤呢，兄弟们。看到没？还有个人送了个露娜皮肤，不过我都有了，然后也冲突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兄弟们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。另外再说个事儿，就是说最近遇到的事情，就是说战队里面本来是170个人，现在剩了152个人，我还没有踢呢啊，是他们自己走的。为什么走了他们？现在是已经是这个省级百强了啊。为什么走了？因为他们嫌别人坑啊！那个事情我昨天在群里面这个说了一下，兄弟们，我在群里面说了一下，就是说他们说的这个问题啊，根本就解决不了，对，因为战队啊，他们就是说那时候有人在里面特别坑，这个因为战队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战队积分，咱们就来讲一下这个事情啊。战队积分的话，我说了，赛季前三的话是有奖励，对吧？单独的奖励，赛季前三。当然我的话，我不可能给我自己发，我肯定不上掉，你就直接看下面的赛季前三。我又抽。哟，兄弟们，就是战队积分最高的这个老表抢了刚才那个东西啊，牛逼牛逼啊！然后就是说这个事情，他们就说，哎，我打战队赛我给输了啊，他妈碰到几个坑货，那家特别坑，还故意演员说的。当时我就说过啊，这个战队收人的时候啊，肯定是刚开始是二十星收了100多个人了，我就说荣耀王者1800是吧？巅峰1800才能进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就是让技术好一点，因为我就知道当这个战队赛这个积分啊达到一定级别之后，它就比较难打。就像现在我的战队贡献是吧？我的战队是勇士12段，对吧，兄弟们？然后我是2800分，现在我去打的局就属于荣耀局，已经很难打了，已经达到了我的技术极限。我这周打了6把，输了1把，对吧，兄弟们？就已经是相当难打了。如果队伍里面有那么一两个坑货呢，那肯定就输了呗，对吧，兄弟们？你就是百星，你也不可能带两个坑，你可以带一个坑，对吧？就像我就是找人带，拖着我去打。但是有人会坑的话，肯定就会被踢，这都不用说。人满了之后就会刷这个，像这个每个星期打不过6场的，这些就肯定会被踢啊。然后我就给他们说了，这个战队里面啊有特权的人只有两个人拥有特权，什么特权呢？啊，就是说不打战队赛也不会被踢。一个呢就是这个叫三岁半的，这个呢是一个5年老粉，是个老粉丝，就我以前兄弟们创了王者战队之后，我的王者战队早就不用了，都是老战队，这是其实是个新战队，是我100战区创的一个战队，早就不用了，还在里面待着，也是老粉，也没有说。啊，不玩了，说其实我跟他都2-3年不联系，一看还在里面待着，都没有退。我说那你别在那待着，来大号战队吧，是这样的，把他叫过来，都不需要打。不过这人的技术也还行，有个王者段位啊，他估计也是跑上去的，是个辅助啊，是个妹子。还有一个人啥都不用打，也不会被踢，是谁呢？就是这个人，这家名字起的挺洋，兄弟们，看着像是个妹子，其实是个狗屁，他是个男的，兄弟们，这是个大侄子，兄弟们，大侄子啊，大外甥，对吧？他不会被踢，为啥？那都外甥啊，对不对？就这俩人在这个战队里，我说了，我都在群里说，我只有这两个人拥有免提权限。你不打无所谓，可以不会被踢，但其他人放心吧，不存在这个权限。因为还是那句话，他们在群里说了，在那里吵，哎，你几个人在那吵 ，CTL 就在那各种家人嘛，说什么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垃圾，怎么这么坑啊？啊，这什么什么的，什么什么的，什么你不来抓，你不来去搞，什么你搞金带，搞状态，不好好打，上去就点投降什么的，这些东西就不用说那么多，知道吧？啊，战队我都提前讲过规矩的，知道吧？我提前讲过的，提前定好的，不用问那么多，懂吧？不用问那么多，他不合格，我就自然而然会把他踢掉，懂吧？我当时说的清楚了，你这小学生初中生的话不要申请了，对吧？打不完不过6把，你也不要申请，没有用，肯定会被踢，对吧？优求赞美就是为了限制，比如像现在，对吧？赛季再加战队的人，你就是荣耀王者1800也不行了，我得看你的面板，看什么面板呢？看这个面板，你最起码啊，胜率的话我就不说了，胜率的话肯定有时候赢有时候输，
你最起码啊就得是个大面板，像我这种面板就不行，我不要求你顶到天，我不要求你顶到最外面那个圈，但是你最起码得在是吧，这个我这个叠这个圈里突出去三个，最起码你得有三个，一共有五个箭头，只有三个箭头最起码是在外面才能加上，不然的话说明你根本就没有特长了，你技术也不行了，对吧？有人说老师，我给你看真内赛，你看我真内赛多少把都不输，都是赢的，那废话，你我的战队赛还91%胜率的，那没有用，因为你要战队赛也能输，那就是扯淡。战队赛刚开始的，刚开始战队赛是从零分开始打，对吧，兄弟？零分的战队赛，连王者局都不是，它是青铜，不是青铜了，它是星耀局，星耀局你还不能百分百胜率，对不对？等你一口气连胜到2000多分才会有失败一说。懂了吧？所以说到时候谁会被踢，谁不会被踢，我自己都会去看，懂吧？不用问，有些人去私聊我，私聊我也不会回复，因为这种东西就像以前一样，以前我创战队，我就是反感这些事，因为有些事情啊，我嫌说的话太难看，对吧？我说哎，把他踢了怎么写的难看，我就让副队去干。后来这次我直接连副队我都不走，为什么呢？我的规矩就是提前定好的，你能加就加，你不能加就算，你能待就待，不能待就罢，对吧？还有的人进来都就是冲着皮肤来的，冲着皮肤来的很正常，因为咱的战队也就是有点小福利，对吧，兄弟们？但是我当时是怎么给他们说的？我找一下啊。找一下，这个，今天找不到了。反正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啊，加战队是冲着红包来，咱可以理解，因为你技术好，你牛逼，这咱可以理解。但是我创战队是为了，我创战队也是有两个目的的，懂了吧？第一个目的就是咱们简简单单打个小排名，对吧？都不打的话不行，咱今天能打个小排名是吧，开局打游戏的时候啊，看着稍微帅一点，对吧，兄弟们啊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兄弟们，第二个目的就是有人打加了战队打这个赛啊，有的人冲了奖，有的人呢就是拉成个，我是你粉丝，我就是要加进战队，哎，很好，有技术的，这样的人有技术技术好来带我飞，这是我的其实两个目的，这是我创战队的初衷。你又不打战队赛，你打战队赛光输不加分，给起战队起不到作用啊！而这是其一，你起到作用咱就算了，就不说了，对吧？你又没有技术，也不带我分，进来就是为了皮肤。你来这战队有啥用？对不对？有些人特别牛，兄弟们，烂山根我是国服，我是国服百强啊，小国标，我加战队，我的战队现在不收人。哎，太牛逼了，你家伙，你战队不收人，你这。我刚才说那没用，对吧？就有些人也有国服在我的里面，国服多了，说实话，兄弟，没有用啊！你是国服有啥用，对不对，兄弟？你是国服，你就不跟我玩，你也带不了飞，有啥用？对不对？那就跟这个二里面这个人一样，江总这俩名字起的真厉害，就像这个人都93星了，人家还加我战队，对不对？你感觉你牛逼，那你比你牛逼的人多了去了，对不对？不要，有些人我不是说看直播，不是说现在看视频的人。不是说那些过来跟我吹牛逼的人，什么那什么，你个小王子啊，1300巅峰，1500掉下来的，我1800加你战队给你面子，你不收是吧，臭不要脸，你在我这啥都不是，哥哥，这也是我啊，没有左代练，一个国服代练我5000块钱一个国标，我天天16-48，16-48，我整个满国标对我来说都是瓮中捉鳖，裤裆里面扭小鸡儿，手到擒来，懂了吧？啊，只不过我不去弄，因为弄的东西大概会被喷，所以说我懒得去弄，懂了吧？这也是为啥我一直不找代练，其实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因为我不找代练主要是我这号不能往外借，对吧？我的号里面这个关联的东西太多，大家都知道我的号是什么游戏都玩，里面游戏太多了，这个秘密也比较多，对吧，所以说没法找。好吧，那个就说到这儿啊，这话不说了啊，这个还是那句话，战队继续收人，持续收人，每周一每星期天跟星期一的时候就会有位置，每周一的时候会收人，好吧？但是你得符合要求，不符合要求的话你加进来也没啥用，冷你信不信，我不让进写的挺难看，好像说拉整个你不让我进，并不是我不让你进，主要是你进来之后还会被提，就像这种有的人当时放进来的砸的坑了，他们就开始在群里吵，好的话我也管不了，我也说了你们反正想吵你们就吵，但这种事情我提前都已经讲过了，我也不会去管你们吵，我就说给我就说坑过坑，但是说别的，对吧，说这个人你不要骂人家了，没有用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感觉自己是正确的，我也感觉我是正确的，没有用，规矩我都是提前定好的，你不符合规则就提就完事了，对吧，也不用找我私聊，没有用，懂吗？我又不是第一次整来的，就像玩新区一样，第二次玩火影新区，你看我又不是第一次玩新区，你看这次火影新区变态不变态，一直都是第一，而且这个区都是第一，为啥呢？因为咱是多个玩过来的，都有经验了，都，懂吗？好了，就这样不说了，兄弟们，拜拜。